来，各位老板，是这样。今天到货的这个基调浮标尾啊，之前那个，因为我们那个特殊材质，我们找很久，有到货一批 ，OK， 秒杀 KO。现在第二批 second round 进来之后呢，它分别有 2.5、3.0、3.5 的孔径。好，那有很多的自己在 DIY 做浮标卖一些顾客的，或者是一些 YouTuber 都有找到我要批这个浮标尾，但是这个浮标尾我先强调，就是它是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以外呢，这个我们利润真的非常的单薄，外面都卖70块、80块，好，我们联合都均一价，好，我们均一价是三个尺寸，这一个三个尺寸均一价 2.5mm， 好，就是呢35块，2.5、3.0、3.5都是35块，它可以这样耐取折，哦，它可以这样耐取折 ，OK。然后呢，如果是4.0，它就价格比较高一点，是40块。然后呢，晚一点我们虾皮会开出卖场，所以你们要下单的要尽快下单，不然这一批到货真的也是不多，因为现在这个塑料齁常常缺货，所以有喜欢赶快找到我们，感谢你。